麒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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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次 coach 跟大白兔的这个联名，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？这次是我们 coach 和大白兔联名的一个非常新颖的，其实是跨界的一个国潮，非常的新颖、很新鲜。然后像大白兔大家也知道是陪伴我们像我童年的一个形象了，所以也是给我们带来很甜蜜的回忆。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联名，可以给很多喜欢时尚的人带来更多丰富的体验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我首先是非常注意细节的，那你会用什么样子的单品去来点缀你的整体路线呢？其实会喜欢用腰带来收腰啊，然后也喜欢去用手表来点缀。像今天就是带了这款自然性的裤子，好可爱，这个很可爱，对，超级可爱。我立志能够集齐我们Coach十二生肖的手表，因为每一年的就是非常的新颖，今年这个是很特别的表达。对，而且我看到你这个很好看的这个手表，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心灵，在我们的大白兔。